但是歹势啊，我有代志要找方思瑶。方思瑶，今麦倒下来，阿妈不袂看，去。钟会长，你是要创啥？我上课时间要到啊，拜托你，不要叫我来我上课，请你回去啊。今麦什么时阵啊？你搁有心情上什么心理课？我听白雪讲，小婷要嫁给孙建廷，婚纱照拢伊个。你今麦赶紧来找伊，绝对会阻止小婷嫁给孙建廷。小婷，真是要跟尊总结婚啊？伊总算愿意好好继续生活落去啊。你今麦搁在想啥？咱来找小婷，让伊知影你搁我嘞。我真清楚，你的心肝还搁就爱小婷的啊。小婷既然决定要跟孙总结婚，我真替伊欢喜，所以我无可能去拒，我更加无可能去破坏因两个人的婚礼。我唔管你的心肝安怎想，回你家里，我就先带你走。创啥？你若真心要跟我斗三工，你先陪我去一个所在。你嘛真奇怪，我什么时阵啊？从来办我的公司，怎么经营啊？你阿点搞啊？叫伊啊，先坐着。谁你啊？这你阿着急是要创啥？麻烦你先替我拣一款鞋，我再甲你解释。是要拣什么款鞋啊？希望这双鞋啊，有幸福的粉红色，上好鞋面看起来爱闪闪发亮，特别是你现在爱情感觉这么美。在鞋啊顶头，上好搁有蝴蝶，或者是花蕊，特别是一只蝴蝶停在花蕊顶头，翩翩起舞。这晚到底有什么情形啊？我快听你伫遐浪漫造句，你直接跟我讲，尾牙到底要创啥？我警告你，不准跟我拖时间。我会记得我甲小田分在顶头，我无说你落去一双官大的，后来是小田亲手替我穿起来，迄个时阵我真个足感动，也足幸福。即摆小田决定。要嫁予孙建廷，我想要送伊一双新娘鞋啊，代表我对伊的祝福。你嘛知影小婷这世人的感情路行到真坎坷，我希望伊会当找到我对伊的祝福，甲孙总平安顺利过一世人，幸福快乐。阿四啊。我真正愈来愈不了解你，你明明就爱小婷，小婷嘛从来唔捌从你的心肝离开过，现在要这紧，你即摆只要重新出现伫伊面头前，你两个感情就恢复啊？是因为你目睭看无唔敢，不要紧，即款歹人我来做，为了我做歹人嘛做甲惯习惯习。钟会长。我捌甲你讲过，爱一个人无一定爱甲伊做伙，爱一个人，就是希望伊能够过了好，得到幸福。伫个人生路顶头，永远莫有保证，抑够困难。小婷甲我做伙时阵，面对遮尼大个压力，即摆伊甲孙总做伙，完全无即款压力，我当然嘛替伊足欢喜个啊。我看法，我若介意一个人，我会甲伊留伫我的身躯边，用我一生的力量来保护伊，永远拢袂放手。我真了解小婷，你这么上个需要的，就是你爱方思瑶的照顾。若无当初，伊会选择你来放弃，因为我遮这么简单点着的幸福，你要想尽办法送我别人。我不准，恁这款人，大概拢用恁俩准的幸福，要强压在别人生活顶面。单位着要成就恁俩准的幸福，凡事着要通过一世人，
恁这款的做法，在我目睭内，根本就是白痴的做法。黑光四瑶，你到底有了解感情？你到底有了解爱情吗？钟伟杰，你才无了解什么叫做爱情。无怪哦，你让我跟小婷给你放闪。你根本无了解什么叫做无私的爱。总共一句，就是恁悟性伤低，你无法度体会到迄款境界。你到底要替我找鞋啊？你若无来吼，我请店员跟我斗相共。欢迎光临，小姐看看。聪伟哲啊，你竟然让一个目睭看无的人找你磨性格，我创 Q 想呢，我过去请梁子阳做，还想我袂少，我甲伊讲。